路途了。不是，我就看到中分我就选下去了没。哦，你看你，欸欸，不是啦，不是要选工程啊，要选哎，藤真被拿走。哦，吐了。那就啊，我工程烂。吐了啦，完了啦，我要选小田啦，废话，当然玩，但是我是要选小田啦。哦哦啊，啊，真的很烂欸，我心脏病要发了，啊，真的很烂欸，啊。这个叫声真的是先不要，谢谢。啊，靠杯啊，为什么要设计两个中分啦？干，怎么有人会按错啊？它颜色就不一样啊。它就都中分呗，哦。哦，我真的要吐血。没关系，不要怕，双板流，而且我直接盖烂，不然我直接盖烂，不要怕，我直接抓小金一段。盖烂，看到？啊，两个人都盖一段。我刚刚说我盖一段。给我啦，干脑包哦！靠北，一木去跑好啦，不是，啊，这还在刷什么宝啦？哦，我吐血了啊！肯定被盖的，哇，被吸走了，哦，吐了，吐了，刚吐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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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再交给我出一次，再交给我出，相信我，干没劲，没关系，再交给我，哦，处理，处理，没劲，靠边，再交给我处理。是不是篮板是很燥，是不是很凯的感觉？这队友怪怪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哈？怎么可能没盖到啊？靠边！屁啦！怎么可能？你敢跟我说我刚那球没盖到？好难打哦！你要给他啦，你要给他。我知道啊，我先让他们知道我会进攻没。靠边嘞！他学这一招。偷他！好惨啊！干，我看到小田走进去了，怕给小田灌篮，这很难呢，你知道吗？又来，不靠边嘞，没抢到。干，靠边，吐了。那这一幕也有点怪怪的。对啊。一点肉，他位置哦，哇，吐了！反正他在那边绕来绕去，他就站好就好了。白痴！巧球 game！ 哎，别卡我！巧球 game！水哦，要不要个大，要个大哦，超水的啊！你进，干，没抓到，吐了，一段，二段，哎，没字啊，这没字，可惜。靠，不要靠自己进攻啦！我真的是吐了。他自己进攻在干嘛啦？啊，撞！啊，吐了！啊！我靠！我三分钱！我干！我干！难倒。水啊！哎，他后仰，哎，跟不到，没没，小事情啦，可以哦，再超球有机会哦，再超球有机会哦。
球，哇，吐了，居然抢不到。哇，碎碎碎碎，就跟你说有机会吧，你看。给我，给我。干，藤子在挖了啦，智障哦、喔。嚯、哦，樱木去站好啦，樱木不要站在那边啦。我操！嘿，我该有的，他应该想到。跟得好，跟得好。哦，刚为什么要一个人守三个人呢、啊？靠边！呜呼！哦，碎碎碎碎！三小啦！有没有进？好险，好险！不是啊，干樱木，你可以做点事啊！我有一个大，我有一个大，守住三分就没事了，守住三分就没事了。碎碎碎碎，冒他！靠背，没进，我就灌进 ！Thank you very much。守住三分就赢了，水啊、喔！没进我就浅。我要盖他猜啦！我要盖他二点啦！我猜，就盖他二点，没有错了。哎、欸，靠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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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妹妹稳一点，年轻人不要太冲。妹妹在凯瑞里面在那边吵。哼，轮没了。呵呵。哦，不是，干这樱木，这樱木在冲他小啦。妹妹在无情凯瑞你，你还这样？干中间是谁在给我垂头丧气？不是啊，啊不是啊，你是不是也觉得他很闹？我也觉得他很闹，没错。对啊，神秘商店哎、欸，他又很神秘吗？是靠北十二分无火锅无助无篮板啦。哎、欸，你有抽吗？你几折？不用抽啦，几折我都照买啦。哪里有神秘商店？我看一下。靠背哦、喔，不给你看。敢没得看？